接着要问问当爸的，大扫帚准备好了没有？不不，你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拿那大扫帚干嘛？我刚才一直在问，这大扫帚是扫，把一些人扫出去。就我们俩可以保证回到北京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你放心。我来问问当爸的，听说你在家里经常抱着大扫帚跳华尔兹。是呢。为什么不跟自己媳妇儿跳呢？还不会跳。那为什么不出去找别的老太太跳呢？老婆慢了。拿着大扫帚跳很上瘾吧？还开心。来，大扫帚该上场了。来了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啊！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。你看看人家那个一男一女的那个感觉，那才叫华尔兹呢。你自己拿着扫帚看着人家，什么感觉呀？高兴吧，高兴高兴。平时怎么管得那么严呢？出去跳个广场舞还不行啊？嗯，我不喜欢跳。看他跟别人跳不行吗？我愿意叫他在家里给我跳。在家里给你表演啊？大扫帚圆舞曲。我也在家这个样儿，你的舞所以不会吗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两口子好恩爱。